只要你跟林维结婚，你所谓的隐患根本不存在，而且对手环大有益处。大姑，这个问题我已经不想再讨论了，我一会儿还有一个会，先挂了。正常情况下的小孩子呢，是挺可爱的，但每天面对像小宝那种多多少少有点问题的孩子，恐怕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爱了。大姑，是这样的，正是因为我知道他们天生有多可爱，所以才更想帮他们把病治好。那些被你救过的孩子很幸运，但是我希望你能离开小宝和乔燕。我知道您觉得我配不上乔燕。门不当户不对的情侣很难步入婚姻，即使是结了婚也不会幸福。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，到时候你跟乔燕两败俱伤，而且小宝也会再次受到伤害，不是吗？大姑，请您不要再为难医院，是我自己没有处理好。这么快就搞过来了，看来你真是很在乎他呀。我当然很在乎他，我知道贺氏是需要我付出全部心血的地方。从大哥和大嫂去世的那天开始，我就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实，但同时我也很渴望能够拥有一个正常成年人可以拥有的东西。我想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组建一个家庭。大姑，你想要的我会帮你实现，但我和雨月的事情希望您不要再干涉。我们走。大姑，我们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大姑要请你吃饭，我就知道她一定会说那些话。没生气吧？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觉得你刚刚超级帅。你放心，大姑的事情我会搞定的。您也放心，我不是这么脆弱的人，我也不会这么轻易被吓跑的，我要抓紧你，牢牢地抓住你。我今天过来，也是为了告诉你。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从出生到现在，这几个字我从来都没有说出口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是用理智和数据来说话。突然说出我喜欢你，还真的有些难为情。但是真的，一旦说出来，我终于是松了一口气。你说的对，情感确实需要表达出来，所以我还有很多需要去干，需要去学。李月，你愿意陪着我继续干，让我去学吗？我愿意。谢谢。又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对你说了太多次的谢谢了？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哼，我看人家电视剧里面跟男主谈恋爱都是被各种宠溺各种哄，到我这儿我就捡了个傻白甜，还得教你怎么谈恋爱呢。教会了我
享受成果的不还是你吗？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啊。行吧，我就当做是自食其力，自己种树，自己摘果。走吧，上面田。我。我不是说了，我会联络你的。我怕您贵人多忘事儿。说吧，给不给钱？我已经给了你很多了。你先离开秦城，否则一切免谈。现在好像主动权不在你手上吧？你想鱼死网破，你还必须得靠我。还你那一屁股的债！哎呀，说吧，给不给钱？那不是大姑吗？我会离开，没钱我怎么走？先给钱再说。什么人敢欺负我大姑？我就为了钱。钱我是……哎呀，大姑，我来保护你。有手有脚还出来赶钱，大姑走。秦医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位是贺太太吧？贺太太知道自己老公是罪魁祸首啊！住口你！神经病吧你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张司机，大姑，他不是贺秋叶一直在找的张司机吗？你别跑，站住！雨月，这些年，他每年都会向我要几回钱。大姑，刚刚那个人说的不是真的。是吗？五年前开车导致车祸的不是张司机，是乔叶。乔燕的，乔燕因为车祸撞击了大脑，加上应急反应，她对当时的事情一点都没有记忆了。为了保护她，我决定把真相隐瞒到底。乙月，你是一个好心的人。算大姑，求你离开乔爷。大姑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五年前你是不是遇到过一场车祸？当时你还救了一个小男孩，为此你的手还受了伤。所以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吗？你会勾起他潜意识里边对那场车祸的记忆。你的存在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的都会摧毁他。有些事情就需要理智的选择。我谢谢你。当时救了小宝，能不能再恳求你再救一次小宝和乔燕？